壁画上的飞天舞改编的课间操，然后课间操呢是由敦煌中学的老师根据敦煌壁画上面的内容二度创作的一个敦煌舞吧，应该算是用舞蹈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有4到5年了，从15年开始的，学生和家长也是非常支持的，学生呢也是非常愿意去把这个传统文化去发扬光大。